对，谢谢我认识的、不认识的所有的朋友，我有了这么多的爱，而且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黑姑娘，很感恩如今得到的一切。我希望在未来的路上，我会做更多正能量的事情、积极的事情，为这个社会、为大家做更多的贡献。这首歌《容我自私的献给一个人》，我的刘欢老师。也是你的恩师，刘欢老师一个转身，这扇门就开了，这个光就亮了。所以，刘欢老师他给我的一切，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去还给他，所以只能够用自己的歌声，想要在将来像刘欢老师一样，积极、善良、快乐，传递给大家。真善美的音乐，相信你选择的也是恩师的一首歌，是吗？对，刘欢老师的歌，那这首歌呢，就是《天地在我心》，吉克隽逸献给您，有请。